清算就要来临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完美！哎呦，差了一刀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他一集团把闪现交掉了的，所以我这波直接动手。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怎么 Q 不出来呢？是不是小兵太多有点急了？完了，炸了！我刷一下耀光 AQ 直接把他带走的。完了，什么盖伦 AQ 了？我 AQ 倒是没 AQ， 他 AQ 了。坏，不会我要迎来多年未见的黄金二连败吧？我上次连败还是很久之前了。渣子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人人有份。脏东西，这么难打吗？怎么四级打六级了？把他们吊在杀手马当上。我很少忘记，不帮我守个塔吗？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他们还让起人头来了啊！这不是平时我干的事情吗？
操！毫无还手之力呀！啊！和海水中重生。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真回家了。渣子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哇，你出装简直不像个人，盖伦。人人有份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又一个。真的肉，我操！筒子太少了，不然我再来个二连筒会好一点。筒子有点少，那西兰刀就好打一点吧。找到了我的憎恨。给我 Q 一下嘛！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就要来临了。当心炸药桶！我很有耐心吗？我操，太稳健了这个。人人有份，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
我的被帕特打死了，我这橘子炫的有问题，我 A 他了一下，回血降低了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这波打不过，意料之中。也没偷多少钱，他的装备我偷不到钱，他的出装这打不了他多少血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我一个筒子下去不加钱啊，喏，打不动啊，不加钱。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不给钱。减速了，贴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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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混个塔钱呀，我很穷，给我也蹭一下。我靠，对线压力太大了，根本偷不到钱。我一个二连桶炸他不掉血，我靠，护甲多少啊？而且我都想第二件直接出大穿甲了，太肉了。第三件，第三件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，更多火药，绝不动摇。我很少靠 Q 下十一块，不会忘记仇恨，不如 Q 小兵，说实话。
啊！ 啊！一个大窝死了吗？ 你起，算你狠，我那边好多残血。 没炸死他。 哇，这个大宝剑伤害可真高啊！你。 看仙姑没偷多少钱，很少，那没有机会啊！这盖伦 Q 盖伦他不给钱的都。
哪有钱？我不道歉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没筒子了，我筒子最后一个被抢了。我操，赵信发力了，我这个大招也很关键吧，大伙，我感觉我这是关键大招啊。烧吧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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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有爪子喽，还差一个被动皇子的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更多火药。被勾引了。夺回属于我的遗迹，烧吧！太真实了，有点捅不动了。别被反者烦死喽。一路看回比尔·沃特斯。
又扎我，怎么老扎我呀？这我还受得了？用这个炸弹钓鱼，钓鱼，钓鱼，钓鱼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等小龙吧。是不是不能卖鞋子呀？能卖鞋子吗？不能卖吧。能卖鞋子买个这个幽梦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幽梦，可以啊。行。不然移速太慢了也不行哦。其实还能换装备啊，真的出幽梦吗？幽梦可以吗？出贪欲没有移速了，跑太慢了呀，还是得出幽梦对吧？没有移速啊。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有个暗爪都没机会用啊。
炸弹人，你是不是炸歪了？炸弹人，你在往哪炸呢？你要给我气死了。啊，不是我，后面怎么来了个盖伦？这个大宝剑扎我太痛了呀，不讲道理的。不要收集者，不要收集者，买什么？收集者是暴击装备，80暴击呢。这样嘛，这个比收集者更厉害嘛？3200、3400块，收集者3000块。不要啊，还是收集者好啊。我去你丫的吧！我看起来。我不放大，他还真跑了。死亡把我吐了。偷了300多块一波，真的假的？仁慈，传一起沉默了。都60了，有什么用？爽啊！打龙啊！打！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轰鸣！亏了呀，好像我拦不住他们呢。看不见金币了，5900块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
destroyed an inhibitor.得抓紧发育啊，我神装都更新不了了，能不能让我买十件装备啊，我好烦啊。我从盐分和海水，你们有钱不让消费啊。暗爪换盾弓啊。那样穿甲会不会不够啊？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那这样就没有切突脸能力了，暗爪有个位移啊，这样倒是会肉一点倒是。不了啊，被控死了，闪都闪不出来。没事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是扛了让我玩死了 1.5 秒吧，应该是，不然应该直接被瞬秒了，这样好歹让我多活了一下。要换无尽吗？熏人要换无尽吗？换无尽吗？要还是不用呢？这个要换无尽。不换，那就先用着了。应该得等远古龙决胜负了。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他给谁挂了锁链？他应该这锁链是买给我的。当心炸药桶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憎恨。算了，要不了，没啥用。该死，还得死。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你们顶一下。你们扛一下前面。我的仇恨。别让我被切啊！
小小陷阱。拼城吧，拼城吧，相信一波盖伦，这波直接拼城界。吉沃特的鼠辈，更多火药。开的不错，来个 E。打龙打龙打龙，双龙双龙双龙，万豪开的不错呀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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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被又被抢龙了吧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没道理。狗一手，狗一手，狗一手，最后一波了。哦，我应该把西兰刀卖了，这西兰刀没，能卖西兰刀吗？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这波他们闪现好了，所以我换一手复活甲。他们这波有闪了，跟着万豪走。我不是有复活甲吗？怎么还在打我？还是暗抓好用，我操，盾弓真不行，没有含金量。哎呀，好难。